哟哟啊！啊，你都较认真读册咧，你若考一百分哦，阿妈都定定带你出来佚佗，知无？好。嘿。哎，你看阿妈，遐有一个宝宝。伫倒啊？遮遮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哎呦，等下啦，阿妈足喘的呢，歇一下，歇一下，歇一下。啊，你讲头前有啥？有宝宝啊，一定足亮的，够足水的。有时阵，阁会当看到彩虹哦。啊，什么的彩虹啊？迄古早话吼，叫做晴啦。哎呦，啊恁即卖人吼，什么的瀑布瀑布，迄叫做水抢车。水抢车，哪会这么奇怪啊？嗯，啊哪有什么奇怪？迄水伫迄罐罐抢落来，叫做水抢。唱落下骹安尼切切叫，啊，就亲像吼阿妈吼，啊，若热天讲悠悠啊，你来一个，阿妈要来唱一个啊，身躯嘞，啊，若是切，就是声音的意思。有人讲吼，形容讲，哎呦，我来遮歹运啊，啊，住到这间厝哦，啊，若后来都安尼老切切，安尼你知无？哦，安尼我知啊，就是亲像咱到迄间厝顶水管破去，规间厝都是安尼老切切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吼、哦，你阁真好利用吼、哦，哎，亲像这种古早话吼，啊，咱着爱甲伊保留起来，去讲予大家听，吼、哦，以后唔则袂失传去。哦，听起来嘛真有意思呢，我要记起来，去学校教阮的同学讲。对对对对，嗯，这讲嘛真奇怪呢，啊，这吼、哦、水抢车。安尼规半个月也无落雨啦，啊，迄水也搁安尼切切叫，安尼流袂煞呢。阿妈，这个爱换我来教你啊哦。哦。阮学校先生有教，讲这山顶的树拿是咱的宝贝。你敢知影？这树啊，若大家爱两个人牵咧会大长，伊的树啊根会当吸古董的水呢。什么呀？古董的水？有影无影呢？有影啊！伫咧落雨的时阵，伊会甲水吸好叭叭叭，袂予水水冲落来，变作土石流。伫无水的时阵，伊会甲水慢慢啊放出来。所以这水抢车，唔只会遐尔啊大讲，咱唔只不时拢有水通好用。哎呦，有影哦！我这个阿孙咧，佫遮敖哦，哎，会讲道理哦，阿妈听哦。哎呀，所以吼、哦，人古早人在咧讲，讲话，迄饮水就爱梳源头，悠悠啊，啊，过来三句，你会晓讲？袂晓呢。换阿嬷来教你，嘿，迄饮水就爱梳源头，要若食果子爱拜树头，要若食白米爱拜猪头，要若骨汉子是甜爱老。饮水爱梳源头，对；食果子爱拜树头，嗯；食白米拜猪头。阿嬷，食白米为什么要拜猪的头啊？哎呦，公孙哦，不是猪的头啦，是伫咧国产迄支猪头。哦、咱做餐人哦，咧经做，若无靠迄支猪头吼，啊都无法度通好经做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都爱家感恩。啊，若讲骨寒之真爱老，就是伫咧教人讲做人啊，都爱家己留一个啊后路咧。像像你拄只教阿妈讲，这个山顶啊，这个树木，咱都爱家保护吼，唔通安尼家错甲光光吼，都引起土石流，哎呦，连恁家己的厝都会好流流去哟。哦，古早人嘛真有智慧呢，讲几句话都这么尼啊侪道理。阿嬷，这个话是谁家己的啊？我哪会捌伫学校听过？嗯，这哦，这就是吼、哦、口传文化，祖传辈，辈传孙。啊，你都爱会记哩，这个话吼、哦，搁传去予别人听，啊，唔则袂失传去，知影无？我知，我知。阿嬷，即卖咱袂上紧来去看水枪车无？哎呦，会啦会啦，行啦，来去啦。来去。